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如今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很多人都开始选择出国旅游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新的乐趣。在众多旅行国度中，我们的邻国日本可以算得上是饱受游客欢迎的旅游大国了。每年都会有数十万中国游客来到日本，感受当地特有的风俗美景。相信很多去过日本的小伙伴都知道，很多国内很便宜的东西到了日本就会被转手卖出高价。今天小编要介绍的也是这样的东西，不过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。扫帚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，在我们国家做扫帚用的扫帚草地麦可以说是非常廉价的。据了解，这种植物除了可以制成扫帚以外，其实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它所结出的果实可以制作成中药，为人驱病。不过到了日本，地麦却摇身一变成了观赏植物，甚至还由此衍生出来了一个当地的网红景点。这个网红景点就坐落在日本茨城县的日立海滨公园里。我们从网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此拍摄的照片，满眼望去如同一片粉红的花海，有点类似于我们看到的薰衣草花海，非常迷人。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地麦这种植物的颜色都是绿色，那为什么到了日本就变成粉红了呢？其实这是这种植物的颜色是会随季节发生变化的，一般在春天呈现出嫩绿的颜色，而一到秋季就会变成粉红色了。善于观察的日本人正是发现了地麦这种特征，才大量引进了这种植物，并将其当作观赏性植物来大规模种植。如今在我们国家被当作扫帚的地麦到了日本后身价翻倍不说，作为网红景点，每年还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，给当地带来了不少的收益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大家有兴趣到日本看看地麦花海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